谢谢大家。哎，我刚刚紧张，而且其实你知道，我刚才弹的时候，前面就是要边弹边做这个脚啊。然后我从到刚刚为止没有成功过，然后我刚进非常的顺，因为你们鼓舞了我，谢谢你们。然后我们现在到了最后的时间。是鼓手 Kiko， 今天很开心大家来参加猛虎巧克力的夜工厂，在这边好像神一样。对，刚刚你们大家都很棒，然后虽然说我这边没办法在打鼓的时候没办法跟你们讲什么话，但是其实我非常的感动，你们真的很棒，谢谢你们。谢谢大家一路以来支持猛虎巧克力到现在，所以今天我们才能够在台中跟大家在这边见面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直支持猛虎巧克力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女神贝斯手舍令。Kiko 他是我们就是全团最会讲话的，然后每次讲话都很像要竞选一样，然后看我都不知道要接什么。好，要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。然后，对，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台中办演唱会吗？刚刚有讲。所以就是再一次的谢谢你们，然后我们今天可以来这边办演唱会也是很多很多人的帮忙跟努力，就是我们唱片公司小白兔唱片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今天做这些板子，然后还有这个台子有一个很辛苦的人叫庄正和，然后他今天帮我们打投影，然后他在后面，请大家就是给他掌声一下，谢谢。谢谢方舟，让我们可以来这边办表演。希望之后有多多机会可以来台中，有赖大家支持啦。那最后就是请大家再给阿坤一个掌声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就是真的，今天我要跟大家。好，最后要再请大家帮我一个忙，因为这座工厂是有大家在这边才可以一直运作下去，所以我现在需要大家把你们的手借给我，好吗？然后等一下，我拍一下，你们都拍一下。